未来跟大家见面。今天跟坚如磐石再相遇，四年的期待，我觉得会让我在屏幕当中的好人形象垮塌。那我介绍一下，李志导演让我看回放的时候，我都会觉得害怕。人生第一次拍电影是1995年，张艺谋导演的《摇啊摇，摇到外婆桥》。张艺谋导演是我敬仰的导演，这次终于是有机会合作。你刚才从那儿走过来，我一看就说，是不错，是要像。你的常态是每次都等着电梯关了，他们再听下去，你才决定是往哪边走。如果你是这样的小心的人，那这个就不是。一个人，他不可能是单一的，他有一个女儿，对孩子非常宠溺。他对女儿的爱完全是他人性的另外一个侧面。